大家好，我是光田综合医院大肠直肠外科吴乔生医师。光田综合医院引进最新型的第四代达文西机器手臂，提供海线镶嵌跟医学中心一样水准的医疗服务。我个人参与过上千台的腹腔镜微创手术，主刀的数目超过500台。达文西机器手臂的引进，它有效地改进了传统腹腔镜手术的缺点，让微创手术可以更顺利地进行，更精准地被执行，大大减少不必要的手术中创伤，让患者术后恢复更快更顺利，这是患者最大的福利。基本上传统腹腔镜手术在所谓骨盆腔深部的剥离、切割、止血、缝合方面呢，都会有很大的困难。最大的短处就是它的手臂啊，它的器械姿势是硬的、直的，它前段没有关节可以弯，所以遇到一些比较深处的地方，它就会看得到、吃不到、看得到、分不到。那达文西机手臂呢，它改变了这个缺点，它带了一个手腕，拟真的手腕，可以转的手腕，所以只要看得到，我们就分得到，大大减少了我们在骨盆腔深处手术剥离、切割、止血、缝合的困难度。一个成熟外科医师到40-50岁之后，慢慢会面对一件事情，就是体力下降，然后手有时候会不自主的一点点发抖。那达文西他们会把我们这种所谓叫 resting tremor， 就是我们人手就是自主的抖动，他把它过滤掉，所以他就不会器械就不会抖动，只有你动大的动作的时候，他才跟着你动，有效减少了我们在手术中误伤的机会，误伤血管啊，或者误伤其他组织的机会，那这也让手术可以更安全顺利的被进行。第四代的机器手臂新增了所谓的组织凝集器，叫 Basal C 的，那它可以更有效的帮助我们在手术中的剥离跟止血，大大减少了手术中的出血量，让手术可以更顺利安全的被进行。达文西机器手臂所引进的肠道切割吻合器，它的便利性跟安全性大大胜过了传统腹腔镜手术所使用的肠道切割吻合器。传统的腹腔镜手术的肠道吻合器，它在骨盆腔深部的时候是很难被使用的，因为它没有所谓的手腕，所以它转弯的方式非常困难，所以常常会外科医师会使用的很辛苦。但是达文西机器手臂，它改善了两个缺点，就是它一个手，第一个它有一个很方便使用的手腕，所以它在骨盆腔手术要切割的时候，它可以很容易的被套用进去。啊，再来就是说，它附带的一个电脑的模拟程式，它可以去模拟说，我这一次夹齿这样子，我激发率成功率会不会是100%？它要让你测试到100%之后，它才让你激发，这样大大减少说，我这次激发之后，肠道没有顺利被切断，可能造成的风险，进一步的增加了手术的安全性。达文西机器手臂的10倍单D放大影像，就很像把医师放到病人的身体里面去进行手术，大大改善了传统2D腹腔镜没有紧身的缺点，让外科医师在进行手术的时候呢，在做剥离、切割、止血、缝合这些动作的时候，进行的更精确，也就是说我可以把病灶或者是所谓的肿瘤切除的更干净，淋巴清除的更多，让手术进行的更顺利更精确。荧光显影辅助系统是达文西第四代新发展出来的技术，它是利用我们打一个药剂叫做 ICG 去测试说我们切掉之后的肠道它的血液供应的情形，它可以有效辅助外科医师去鉴别说我们这肠道的血流供应好不好，那如果血流供应好的话，当然结合起来成功率就高。那传统腹腔镜因为没有这个系统，所以只能靠外科医师本身的经验，我觉得这个血流不错，那我就把它接起来。可是有时候对一些像有一些心血管病变的病人，其实这样子是不够的，那相对的没有这样的系统辅助，那有传统腹腔镜有时候接起来的，那就造成吻合愈合不良的问题。那达文西这个 Firefly System 呢，就帮助我们可以尽量的去避免说因为血流供应不好而造成吻合愈合不好的问题。
我是光田达文西团队大肠直肠外科吴乔生医师。大肠直肠外科不断的求新求进步，透过达文西机器手背的帮忙以及辅助，提供给海线乡亲更好更优良的医疗，绝对值得乡亲的托付以及